气候不调和，我们还是要戒慎虔诚，期待了很多很多的人人呐、啊，都能共同呐、啊，发这一念虔诚的心。这个时候我们真正的呢要用心来体会啦，人世间呐、啊、正是需要为法求人，为了法我们要不断来净化人心，希望人人启发这份爱心，净化人心，让人人呢回归到生活的朴素，人人发挥呢人之初性本善。我们要为法求人，一生无量，无量从一生，只要有心就不困难呐、啊。这我们要人人发大心立大愿、啊、看到了缅甸、啊、有马来西亚的人一会到缅甸去启动呢，这缅甸的饮食门在月初就是一二号两天在那里义诊啊，当地的医师呢不少人哦来帮忙来翻译啊。从私人诊所来看，一天只是可以看二三十个人，没有那么多病人来看过，我们还需要很多要付出，因为很多很多人要需要我们的帮助。Most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rural area are very poor, so I think it's a free clinic, so a lot of people have the very benefit for their health. 参加在这样的团体里所看到的呢是这么多啊，需要医疗的苦难的众生啊，启发了他那一份的热情与爱。的确，热情与爱呢，是要从内心开始，要有人启发。也看到的历史的今天，2014年的10月6日。土耳其呢，首次的为这一群呐、啊，因为叙利亚的动荡啊而逃难的人，慈济人第一次呢走花访，从这样一次来，一直到了。这2016年的上半年呐、啊，那难民也有11万人次呢，得到了慈济的帮助。当然啦、啊，当地的花心人也一直在增加中啊，有华人，有当地人哦，就。不断的增加，尤其是从开始的小孩子一直到现在已经两年的时间，孩子呢也已经纷纷投入。我们召集一些小朋友，他喜欢就是跟我们一起比手语，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慈济的爱是跨宗教跨种族的，在这样子抚慰的过程当中，他的心也慢慢的开放。然后我们的小志工有时候他会抢着要去
发放，抢着去帮忙。那像我们会所也是一样，也是固定时间一到，他有空就过去那边，除了温习功课之外呢，同时也会做环境维护。那有一次我去，我问那小朋友说，哎，你怎么是谁叫你来呀、啊？来打扫？他说这根本不用人家叫啊，我觉得这边脏脏的，我就把它整理干干净净，而且这个地方比我家还好，所以他觉得他要好好把他照顾好，把这个家照顾好。去年呐、啊，也已经呢，又开始有叙利亚的义诊所，因为土耳其提供这样的一栋楼房，由市政府呢负责，他们希望我们能在那里呢成立这样的义诊所，因为呢叙利亚听不懂这土耳其的语言，土耳其的人听不懂叙利亚的语言，所以有病啊要表达困难呐、啊，因为逃难人群中都是有叙利亚人，意思，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把完成了这样的义诊所。看到了那一位医师，原来呢，他也是红星业会在救人的人呐、啊。但是呢，因为这一次他顾不得了，自己要逃难了。现在呢，有机会可以投入呢，在救人，他很开心。他因缘巧合。碰到了30年前呐、啊，是他的病患，因为他是小儿科啊，他的病患呢，现在已经为人父了，也抱了一个他的孩子啊来看医师。عندما وجدت تفاجأت فيه فسلمت عليه وفي نفس الوقت اتصلت في والدي في سوريا قلت له دكتور محمد هنا وجدته في اسطنبول قال لي قال لي إذا أنت طالما الدكتور محمد في إسطنبول فلا لا خوف عليكم. كان زعلان مثل هون؟ نعم كان يأتي إلى عندي إلى العيادة. يبكي طبعاً. والله انشهرتي بكرة بدك تدخلي الأضواء والأحداث وال هاي صورها مع أبوه بقى يلا. 那这位医师呢，看到了他的这一位。曾经都是他照顾长大的，现在把孩子呢，他的孩子又抱来给他看，好亲切感哦，好像呢，在玩娃娃一样的哈、哦，这么的开心啊，人都是这么可爱，可是呢，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悲戚苦难呢、啊？还有这一位医师，过去他的家有90多平的家，现在流落难民呐、啊。他一家6口呢，住的是15平的，很简陋，见不得太阳的小家啦，这个很小。人生的转变呢，是这么快呢。现在给他有这样机会，他很开心。我مسرور لأني بدأت أعيد أرجع إلى عملي عملي نفسه الذي عملته في سوريا وأبدأ بخدمة الناس أشعر أني إنسان يعني من جديد بعد انقطاع 3 سنوات عن العمل عن طريق المستوصف وعن طريق جمعيتكم الجمعية هذه بدأت الحمد لله أعمل من جديد أتعب قليلا.لكن من الداخل أنا مبسوط عدتم إلينا الأمل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نحن هنا مهجرين لكن بفضلكم أصبحنا مواطنين نخدم البشر نخدم الناس نخدم الذين لنا 总而言之人生无常可是我们要把握人间的平安能为人付出
天天呢都有这一份的真正在付出，有记忆不断的，不需要等说啊，过去生活做什么，不需要去追究过去生，我们可以呢要好好的记忆今生，我们要为人付出，今天昨天那等等呢，还有明天的未来无数的明天，天天可以啊为人群而付出。